佛陀是一切有情的救助者，佛陀一向总是强有力地教他的弟子们要努力发展对一切有情的慈爱心。一切生命都是在受苦，所以必须同情他们，而绝不可伤害他们，更要救助他们。爱护生命，就是爱护我们的心。我们凡夫众生，由于累劫以来所造的杀业，所以身上有着贪心、嗔恨心、愚痴心，以及种种的烦恼习气。因此，我们推广护生，带动大放生的活动，就是要消除我们的杀业，开发我们人人本具的善心，继而解除众生对人类长期以来的恐惧。无论是有意杀害众生，比如蚊虫、蚂蚁、蟑螂，或是无意间伤害了众生的命，比如那些微细的虫卵，这些行为我们都应尽量避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因为许多小动作或生活习惯上的疏失，伤害了许多细微的生命而不自知。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个用身、口、意三业来护生的方法。在这本小册子中所提到的许多生活习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当我们拿到这本小册子时，仔细阅读，把你觉得在生活中会碰到的有哪几项勾选起来，随时翻阅，不断地提醒自己，尽量避免在不经意的行为中伤害了小生命。当你避免这些会杀害物命的行为时，你是深夜在护生。当你把许多护生小常识告诉大家时，则是用口业在护生。当你爱护众生命，就像爱惜自己的生命，并且能够时常为众生回向时，你已经是以意业在护生了。慈悲是净化升华的大爱，护生则是净化心灵之法，更是祥和社会之道。所以护生即是护心，护心则是修心。Thank you.
弥勒菩萨说：劝君勤放生，终究得长寿。若发菩提心，大难天须救。众生即佛，杀众生即杀佛，救众生即救佛。末法放生第一。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放生就是救命，放生就是还债，放生就是救急，放生就是慈悲，放生就是觉悟，放生就是实践，放生就是积极，放生就是方便，放生就是改命，放生就是解冤，放生就是消灾，放生就是治病，放生就是救亲，放生就是延寿，放生就是福善，放生能助生息。放生即救自己父母子女。弘一大师说：先问诸君，一，欲延寿否？二，欲愈病否？三，欲免难否？四，欲得子否？倘愿者，今有一最简便易行之法奉告，即是放生也。放生，守住当下的第一念，慈悲。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放生即慈悲，成就诸佛心愿，放生得成佛。Thank you.
我们在家应当以佛法的因果道理教导家人，这样才能使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有杀生的念头。每当遇到朋友、家人的生日或忌日时，应当买生物来放生。有道德的家庭，如果想要教化家族中的人，应当与族人共同订立公约。家族中的人，如果生活贫困，也不能从事屠宰、贩卖鱼肉、酒保、厨师、捕鱼、打猎等所有杀生的行业。不能制造渔网、渔枪、钓饵、屠刀、胶漆、弓箭、兽笼、火炮等种种伤害一切众生的器具。凡是鸡、犬、鹰、猫、金鱼、蟋蟀等这些会伤害小生命的动物，不应当蓄养。如果已经饲养了，则不能任意弃养不顾，但不能再买有生命的众生作为他们的饲料。米粒如果未经脱壳，经过若干年也不会改变气味，等到要食用时，味道还是跟新米一样，而且不容易滋生虫蚁。因此，与其囤积脱壳的米，不如囤积稻谷。藏在米中的小虫容易死在人们掏煮的时候，所以应当在两三天前先将要食用的米取出，平铺在容器中，等到小虫离开后再掏洗干净。贮存麦子最容易生出飞蛾，所以应当于太阳下曝晒三四天，再放入仓库，并且不可有风。如果麦子不需放置仓库，应当加入一点石灰，存放在干燥的器皿中。清明节祭拜祖先，在地上焚烧金纸，会伤到虫蚁。应当尽量避免焚烧金纸，若万不得已，必须选择干燥的地方，清扫干净后快速地燃火焚烧，使虫蚁来不及爬过来。夏天时，在中药材中也经常藏有小虫，因此炼药者应该要谨慎小心。家中垃圾不可任意投于河中，以免造成河水污染，或使鱼虾误食而伤害河中生物的性命。
放生是救命的行为，是慈悲心最具体的展现。放生是大赦行动，《药师经》云：“放诸生命，病得除愈，重难解脱；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偶益大师说：“欲集人心正佛心，转劫浊成净土，恕莫于放生。”放生即是观音之大慈大悲，放生即普贤之大恨大愿。放生中之大放生，就是念佛。放生诸功德，《地藏十轮经》云：“一、长寿；二、慈悲心自然升起；三、善神为友；四、所有动物体认为亲而欢喜；五、无量功德；六、众人恭敬；七、无病无危害；八、快乐永幸福；九、生生世世尽信佛陀所行；十、不离三宝；十一、终获无上菩提之果；十二、师父善知识长久住世，为师攘灾祈福；十三、往生净土。放生时，物命一起皈依，一起忏悔，一起念佛，激发菩提种子慈悲心。放生时应念之佛号：“南无宝吉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释迦如来。”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Thank you.
家中若有甜食，可以用容器盛水放置于食物的底下，以免蚂蚁攀爬，使人误食，伤害蚁命。倾倒沸水时，应该先注意地上是否有虫蚁，以免伤害生命。家事完毕后，掺有洗洁剂的沸水或腌制食物时剩下不用的酱汁等，应当用清水加以稀释，然后再倾倒出来。庭院中的水缸、水盆、花器，不用时宜上下颠倒覆盖于地上，才不会积水生虫。厨房中常有蚂蚁，是由于食物的气味所招引的，因此应该尽量地使厨房保持清洁。杯盘、锅碗，曾经贮放油腻或荤腥食物者，应清洗干净。夏天，在冷炭之上都有细小的虫，所以应先取出曝晒，然后再用来生火，以免误杀小虫。在瓶罐等容器中，如果因为有贮存过食物而气味还在，则夏天必定会生出小虫，所以不可直接将沸水倒下去。桌上的花瓶、容器，夏天时如果超过两天，水中就会生小虫，不可以倾之于地。
白居易说：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心在道上，一切行为即无过失。一念慈悲，即是福田根苗；一念容忍，即是无量福田。放生播下慈悲种，心中常开智慧花。放生为消宿业第一快速法。因果通三世，一切业因果报，并非都是这一世的因与果，是累世累劫的因因果果所遇缘而产生的。戒杀延生录曰：果思妖福，勿广其善，善何以广，莫如放生。戒杀不结众恶缘，再能放生惜物命，回此功德向法界，必登西方九品莲。下功断缘戒杀，中功断缘坚素，上功断缘放生。放生乃一念一观音，一放一普贤之殊胜行门。救物命如净己命，慈悲的行者有慈无别，有爱无泪。
蔷薇花开以后，叶子常生青虫，不宜种植。菊花的枝上经常会生长蠊虫，如果碰到它，会流出像血一样的膏状物，所以不宜种植。如果蔬果上有虫，摘采的时候要注意将它留着。灌溉花木不宜用有虫的水，所以花园、菜圃如果接近蓄水池，从池内取水灌溉时，需先用水勺搅动，以免取到小虫。秋天时农田干涸，看到这样的情形，可以用潭中的水来救农田中的小生物，以积福德。不可至河岸捞取河中的生物，如果不小心捞起来，应该再放回河水中。夏天时，在雨天过后，庭院中如果有积水，应该立即清扫干净，以免滋生蚊虫。夏天时，如果晒有虫的东西，例如被褥，应当在太阳刚升起时就放在庭院中，等到太阳愈来愈大，虫子才有时间逃窜，不可在烈日之下直接拿出来曝晒有虫的被褥。夏天时，带有甜味的水果或食物的果实、果皮，不可随意丢弃于地，以免引来虫蚁。如果有腐败的食物，则应当用塑胶袋包好，丢弃至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避免滋生蚊蚁。宴会以后，地上常会遗留残根剩骨，都会引来许多蚂蚁，所以应该在桌子底下放置垃圾桶，或是在宾客离开时马上就将地上清扫干净。
不补蛙，而蛙反少；鼠不食蟹，而蟹自息。但发大慈悲心，随缘放生。阻碍批评放生，就是妨害人家救命，种了恶因，必得恶果。今朝放生，物类皆知感恩图报，今朝放生等于救一未来佛，今朝放生等于救自己的亲人，今朝放生正可解冤释仇，不再冤冤相报。莲池大师在戒杀放生文中语：梵王以放生为常住法，常住者为金刚身，无量寿也。别让知识学问框住了慈悲心，当我们真正放生时，所有一切的知识学问都应舍掉，都应放下，只留那一念我们对待众生清清静静的慈悲，这才是放生真正的意义。将心比心，只将此心推及物类，我们但发慈悲救命之心，拯救眼前受苦受难、饱受生命煎熬的众生。大胆放心地去放生吧，放生自有放生的因果报应，毁谤放生自有毁谤放生的因果报应。一个人放生可以免除一个人身家的疾病灾难，众多人放生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改变世界的命运。整理或烧气废纸时，
应当先移开其中的小虫，庭院中所结的蜘蛛网也应当经常捞去。看到路上有蚂蚁聚集，应当告诉别人小心避开。如果想要给予它们食物，应当选择宽阔、没有障碍的地方。夏天时，不应使饲养的狗在外面的干地上大便，以免滋生苍蝇、蚁虫。有慈悲心、爱护生命的人，虽然自己不伤害众生的性命，但是不一定能使子孙遵从，所以在年纪大时，应预先立遗嘱，在遗嘱中劝诫子孙不可杀生，要经常行善，并且绝不可用荤食祭祀。种植竹子的人，常以河中的泥来作为肥料，以滋养竹子，却不知道河泥的营养不如石灰，而且灰能松土，河泥则容易生蛀虫。竹笋刚长出来时，如果要挖掘，应当要小心，因为春天时候，土中到处都有虫，如果要迁移花卉，也应当要注意。桃树、梅树、榆树、柳树常生出刺毛虫，如果在清明节那天的半夜以稻草将它们绑住，这种虫就会减少了。要修剪树上的繁枝，应当在春冬二季，不宜在夏秋，因为夏秋时花木的叶子背后都有许多小虫，叶生虫就能生，叶死虫也会跟着死，因此夏秋不宜修剪。若有种植树木，应当防止鸟来筑巢，尤其是较低的树枝，如果已经筑巢，应当多注意保护。水缸中如果种植莲花，泥中容易有许多小虫，所以不能使水枯竭，也不可随意捣乱土泥。Thank you.
弘一大师说，唯愿诸君自今以后力行放生之事，痛改杀生之事。金山活佛说，最好的消业方法莫过于放生，世界上最大的恶业莫过于杀生害命，反过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善业是莫过于戒杀放生，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你能依我的话赶快量力买生物放生，就能增福延寿的。寒山问拾得，放生可成佛否？答曰，诸佛无心，唯以爱物为心，人能救物之苦，即能成就诸佛心愿矣。故一念慈悲救依物命，是一念观世音也。日日放生，则慈悲日日增长；久久不息，则念念流入观世音大慈悲海矣。我心即是佛心，焉得不成佛乎？故知放生因缘，非小善之所能比。凡我同愿，以广行劝勉，善令群生同归悲化。梁武帝问智公禅师，放生功德如何？答曰，放生功德不可限量。经云，蠢动寒灵皆有佛性，只因迷妄因缘，随时深沉个别，以取生死轮回互为六亲眷属，改头换面，不复相识。若能发喜舍心，起慈悲念，赎命放生者，现世保病延生，未来当证菩提。偶益大师说，欲集人心正佛心，转结浊成净土，树莫于放生。放生一法，为阔于久。一杯水不救车薪火，为舍人各一杯烟。一杯不已，再一杯矣。杯水多，车火未有不灭者。今杀运纷纷，病同分，恶业招感，非慈悲三昧水，孰能惜之？
有远方的朋友来拜访时，应当以善书相赠。如果必须摆设宴席，注意不要伤害生命。亲朋好友之间的往来，在准备礼物时，不应挑选有生命的众生，或是伤害生物的性命。父母生日时，亲朋好友祝寿的礼金，应作为放生之用，并同时列上父母、亲友的姓名。家中遇到喜庆之事时，如庆生、祝寿等，不得已才设宴席，并且应当以蔬果素斋宴客。凡是请客，不能全部用素食招待时，一定要准备三四盘素食蔬菜，以便同时招待吃素的亲友，并鼓励大家素食。亲友请客时，应当在前几天就向他说明自己持斋，或说是遇到斋日，或说明如果为此特地杀生就不吃，以避免无量的杀业。亲友生病时，不应与他喝酒或杀生求神，如果有人鼓励，应该为他们讲解佛法，说明因果道理。如果他们因为惧怕鬼神，应该为他们说明生死业报，不应强求，反而应该赶快戒杀放生，并好好的觉悟人生，赶紧修行，才是最重要的。父母往生，应杜绝荤酒，并令家人各持49日斋，诵经念佛。祭祀时，则应当用蔬果。在较为乡村或落后偏远之地，如果举办丧礼，会发生以食物或物品代替奠仪来祭奠的情形。为了避免助长杀生，应当先向亲友说明婚祭不领，并书写张贴在门口，若有婚祭，则应坚持不收。遇到重要节日或父母亲友生日、忌日，应当虔诚地修善造福，或诵经布施，或买物放生，只要诚心，量力而为即可。切勿杀生设计。Thank you.
乘起信论云：初学菩萨虽修行信心，以先世来多有重罪罪恶故，或为魔邪所恼，或为世俗所缠，或为种种病缘之逼迫，为难非一，令其行人废修善品，以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诸佛，供养赞叹，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常发大愿，恶业消除，善根增长。人之有病，皆由因果。所谓心包果海，果彻因缘，累劫杀业，致病魔恼身，放生偿债，功德殊大。放生即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放生为直至组地方放生团。莲池大师说：普劝世人随所见生命发慈悲心，是捐舍世财，作思方便。佛陀为大医王，放生念佛治绝症，以法为乐，生命的喜宴。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众生挚爱者身命，诸佛挚爱者众生。能救众生身命，则能成就诸佛心愿。一切众生因杀生故，现在短命，财物耗减，眷属分离，恨离其殃，舍此身矣，当堕地狱。人既爱其寿，生物爱其命，放生合天心，放生顺佛令，放生免三灾，放生离九恨，放生寿命长，放生官禄盛，放生子孙昌，放生家门庆，放生无忧恼，放生少疾病，放生解冤结，放生罪垢净，放生观音慈，放生普贤横，放生与杀生，果报明如镜。Thank you.
了。